云西，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链接。云西，华中与西进东出的桥头堡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保护区，以其优越的发展前景、交通区位、自然风光和营商环境，吸引着全国各地企业来此投资兴业。中庸集团就是这座城市的典型代表。中庸集团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，历经20多年艰苦奋斗，现已形成8大专业公司、3家持股企业、1000多家国内外营销机构，产业覆盖高低压电器、输配电设备、建筑电器、工业自动化、售电供电、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、影视文化等。中庸电力集团是国家电网物资合格供应商，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 ISO 9001国际国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 OHSAS 18001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。集团综合实力连续多年名列行业前茅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坚持科技兴业是中庸人不懈的追求。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首先引进国内最先进的智能化生产线，产业园 S22 和 SCB18 电力变压器是湖北省首家一级能效产品，本产品损耗低，零排放，是电力行业助力国家双碳目标首选。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、北京中庸盛世公司、湖北中庸电力集团公司积极与国网实验供电公司、国网湖北综合能源公司合作，加快推进实验室人民政府2022绿能特区的发展战略，联合打造了大数据信息集采系统、智慧管理系统、信息发布系统、设备运行检测系统、安全巡检系统、能耗管理系统等6星级智慧园区。集团先后又与中国华能合作售电供电新能源支架业务，跨区域年供电量逾20亿度的民营企业。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占地约200亩，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，9个车间、5套全自动智能生产线，年产能15万台套。该园区在国内变压器同行业中是产业链最全，变压器成套设备最先进、规模最大、智能化程度最高的100亿级产业基地之一。中庸集团中庸特变的崛起，对实验乃至整个湖北电力装备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，更为加快建设经济倍增示范区、绿色发展新高地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，传递光明，辉映世界。云西，中庸特变，欢迎您。